朋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支德国制造的，Vory.2的单发小口径步枪。这个枪呢，的特点就是铁瞄特别特别准，它的这个准星和照门啊，找一下这里，非常的细，所以在50米还有非常好的这个散步。啊，作为一支初学者用的这种单发小口径步枪来讲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金属部分呢，它这个成色呀，我给打4分。有的地方有一点点锈点，但是不影响使用。它的这个活动部件非常顺滑，而且是2道火的扳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把手放到上面，然后你往后抠一点，扳机快被抠动之前呢，你会有感觉。啊，告诉你再继续往后拉就要激发了。木头呢，状态我给打2分吧。满分是10分的话，保养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一直在用吧，所以这支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和几位朋友都打过，在我的农场打50米啊那种小铁盘，经过稍微一点训练，打的是很准的。那么后边这里也是。这个没有金属和塑料部分，都是纯木头的。这个牌子现在给这个欧洲宇航局做很多零部件，所以加工工艺特别好，而且用料也比较扎实。每次上子弹上1发，这个供弹的机构呢有点意思，这个地方呢是托着子弹，把子弹放到这里面，然后往上一压就进去了。当你打完一发呢，你轻轻往上一掰，它的弹簧会自动把它弹到后边。这样就，完成了抛壳的动作，你可以再放下一发，这个枪就是非常非常轻。如果你对你的，这个枪法很有自信的话，拿它出去野外打兔子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你只需要一发子弹爆头嘛。